现在来看分数了，来，分数是。您的分数好，盛文的分数是8.9。好，谢谢。比上个礼拜自己的分数还要高，恭喜盛文会面成功。谢谢。在暑假期间，有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在打工了，对不对？那也有很多大学生呢，终于可以到这里来比赛了。因为有的时候选手他入选了，可是他还是要乖乖念书。像接下来这位呢，也终于等到他了，在当时我们高雄第一科大选出来的海选入围者，我们来认识一下萧建堂大学生。大家好，我是萧建堂，今年20岁，就读高雄第一科大。虽然呢，现在我是一个平凡无为的大学生，但是过去的20个夏天以来，最精彩的部分都与他有关。那是高中2年级的上学期，我第一次遇见了他，就为他的身形着迷，为他的声线沉醉。我的天哪，我想这应该就是恋爱的感觉了吧。不论是陪我征战各大舞台，夺下漂亮的成绩，更让我在金牌麦克风尝到了一些当明星的滋味。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他就是我最爱的吉他艾米，希望这次他能带我飞越困难，达成梦想。大家好，我是萧建堂，我来自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然后这次很开心的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希望能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夺下好的成绩。好，那你自从弹了吉他以后有交到女朋友吗？有。哦，有。有带来吗？你知道他们三位很机智的评审，他们都是用吉他去迷惑女人的。我不是，我确定黄国伦是。还好他，还好他今天比赛没带吉他，燕姐，他今天没带。我们没有迷惑，我们只是征服他们。对不起，征服是我写的，不是你。没有没有，我只是弹了吉他以后。对不起，那张专辑是我做的。我只是弹了吉他，他们就对我说，我愿意。没有，他们是说你买个懂啊，然后不要再谈了，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只是讲一些让你轻松一下啊。好，机会命运自己选择。机会命运请选择。我选择机会。机会。来自巴拉圭的混血儿雅尼，拥有拉丁美洲与生俱来的热情奔放，被评审老师誉为难得一见的唱跳高手，目前首度卫冕。命运是谁呢？这两位年龄不同，作风也不同，但都很厉害就对了。好，我不是吓你哦，我待会儿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小雅尼，请上台。哇，拉拉队吗？这是世界杯啦，对吧？哇塞！大家好，各位评审好，300位观众，还有焦哥好。你不穿鞋会不会脚刺到啊？这不会啦，没关系。这是这个是拉拉队的衣服吗？没有，这是足球啦，偏巴西氏族风。对。哎呦！哇！好有想法。好可爱哦，你这样穿。谢谢。好，来，请坐一下。好，谢谢。建堂，今天你要唱什么歌？我今天要带来的是王大文的《美丽》。听，我在就是第一科技大学有参加我们校内的歌唱比赛，那这首歌就是让我在这个比赛拿到好的成绩，所以希望今天能用这首歌得到一个美丽的结果。加油！谢谢大家。其他的方式形容你，别的话不准确，
一百万个字句都不够。美丽，美丽，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有创意，相信我的直觉，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让我们相爱，看太阳沉没升起，感觉到完整，当我的生命有美丽的你，让我们相爱，看太阳沉没升起，呼吸你呼吸，憧憬你憧憬，我只能爱你，就算一无所有，让我们相爱。生命有美丽的你，谢谢，谢谢建堂，谢谢。好，今天唱的是什么歌？今天我唱成这样，应该就知道我要唱跟世祖有关系的歌。那我今天其实唱这首歌叫《啦啦啦》，Shakira 的。那我是唱他的西班牙文版本。因为这首歌，我不光是要送给所有的足球粉丝们，其实我还要送给我爸爸，因为他生日，跟那个世祖的闭幕式是同一天。那他现在人在巴拉圭，那他也是不可能有一场是不看的那种，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粉丝。那其实我想在这边跟我爸爸讲一句，就是Hola papá, feliz cumpleaños y te amo mucho, te extraño mucho， 就是祝我爸爸生日快乐的意思。好，来，请开始。Pasa un balón y el mundo entero lanza un ruido. Aquí se juega, se baila, la pasión tiene mi gente. Queda las penas en el olvido. Bienvenidos a mi continente. Ven y deja los miedos. Escribe tu historia. Apenas comienza. No, no, no pares ahor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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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什么雅尼只要一扭动我就开心。哎，真的好开心。哈你，大狗，很开心啊。建堂请到台上来。建堂，我非常喜欢你唱歌的样子，谢谢。你好真诚。谢谢小燕姐。因为这一首歌大概是近几年的新歌当中非常令人家一听都不会忘记的一首歌。而你唱的非常的真诚，尤其你两个手拿了麦克风，谢谢小燕姐。不知道你花心不花心，但是看起来你好专情哦。他看起来好可靠哦，是不是？对，就是好像完全不会骗人的 feel。因为他的声音很温暖，真的唱这个歌呢，然后再加上很简单的，就是只有钢琴伴奏。就非常能够凸显他的声音。你知道你们两个站起来，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真的好不搭哦。对，有一个是从零来的，一个在都市的人。我觉得我感觉是雅尼，自从你来参加我们节目，你就把嘉年华会带到我们的摄影棚来。谢谢。真的好精彩，好热情。他不单会唱，他脚还会真的。那个球那下还蛮厉害的。你会踢足球吗？就是其实是专门为了这一场演出，我其实练了非常久，就是在巴拉圭的时候有练过一点，可是毕竟是很久以前。不是巴拉圭人都会踢足球吗？就是我比较奇怪，我的那个球的功力长在手上，有没有？我觉得这一组有一个共同特色，都很年轻，都给我们觉得很阳光的感觉。嗯，虽然建堂他唱的是慢歌，他就让我觉得就是那种年轻人很有希望，很真情，年轻人很阳光，很正面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今天这一组卫冕者，我觉得都很强，我觉得今天又有感觉会白录的感觉。啊，也对哈、哦，到现在好像卫冕者都还在。因为你听他们讲那么多优点没有用啊，最后你看分数啦。讲到分数哦，尤其讲到国伦老师，我对宽姐的分数有一点点意见了。什么意见？告我啊，咬我啊！宽姐，小燕姐都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啊？不是你分数都给太高了，宽姐。哪像你啊？你优点讲一堆，然后就是15、14，干嘛、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哇，宽姐，你一句话骂两个人。因为我们这个快骂到三个了，我看。哎，我要讲一下，尽量给。我觉得宽姐刚才讲到一个很棒，就是你们两个都是阳光。对，我觉得建堂是台湾的阳光，其实是很温暖，是很直朴的，也是很舒服的。谢老师。那我觉得我们的雅尼是中南美的阳光，热情、活力，充满了色彩，我觉得都很棒啊。不过我觉得雅尼真的是天生的一个表演者，我觉得你总是能够完全放开自己，我觉得建堂可以跟他学。好，但我觉得再放开你自己，保持你的直朴，但是再放开，我觉得你的声音还会更棒，更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现在我们要打分数了，来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好，谢谢小燕姐。哇，有时候听评审聊天啊，蛮可爱的，知道一些内幕啊。确实，我们的每一个分数都是奖金，那么这个奖金呢，都是让选手带回家啊，请老师手下留情哈。来，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意见。你也是一个社长，对不对？是。介绍一下。我是西松热舞社社长。哦，西松的高中的热舞社社长。对对对。哦，欢迎欢迎，就是黑色衣服的这些。请告诉我们，你喜欢建堂啊还是雅尼的表演？社长，雅尼。雅尼，谢谢。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他的那个穿着就蛮有印象的。是。然后还有造型就很抢眼了，就先吸引我。足球风，对不 对？然后他刚刚唱歌也很有爆发力，就是就像是用生命在唱嘛。然后就我也喜欢听一些重拍音乐，就是刚刚的歌我也蛮喜欢的。是是是，所以就是跳的怎么样呢？热舞社社长。哦，不错啊，很好。谢谢。好，今天公开就诚恳呢，公的家里有淡薄怪怪，但我想雅尼的体力不够好，因为他唱到一半一直对着镜头说累了，对不对？啊，累了。因为不是这个意思吧、啊？不是吗？不是吗？那你刚刚在喊什么，雅尼？你那个累了。Lego 它是一个德文啦，不是累哦，是 Lego。佳佳，怎么样？你刚刚讲话的这位同学，有人说你像黄鸿升小鬼吗？黄鸿啊？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像吴中天呢。没有啊。但是不管他像谁，不要忘了他是热舞社社长，请出列。
讲人家跳舞还不错，我来看看你社长有多厉害。加油！他最拿手的是什么风格 ？Hip Hop。Hip Hop。Yeah， come on， come on， 同学给他一点拍子， come on。亚尼学着点。累喽。哎呦，不累喽。哎呦，亚尼也在那儿跳哦。相对的，建堂就很尴尬，建堂超尴尬。不累喽。你比较厉害，你比较厉害。他要跳到几点呢？OK， thank you。 小英姐，这不错吧？啊，谢谢，同学现在都很有前途，加油加油加油。OK， 谢谢。旁边这位是夫人吗？不是啊，别的学校的，别的学校的哈，请。一般都是情侣档坐一起，不好意思啊，冒昧。你喜欢？但你笑得好灿烂呢。谢谢。你刚一建堂还是亚尼？建堂。谢谢。建堂是在士林那边过去一点呢。建堂，我还北投嘞，建堂是吧？嗯，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唱歌的时候，就整个人给我就跟他唱歌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啊。你说他唱歌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人的讲话的感觉跟唱歌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喜欢那种味道，他很投入，很诚恳。对，然后唱歌的时候很稳重，然后跟原唱唱起来很不一样，因为他声音沙沙的。是是，所以建堂是你的菜吗？很阳光。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他是不是你的菜？算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亚尼能够胜出，还是我们建堂能够挑战成功。交给小英姐。好，现在就要看分数。上个礼拜亚尼得到的是最高的分数9200。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分数。现场观众评审强力募集中，参加即有机会获得知名品牌美白保湿组，详情请上官方网站。